是 Christina 黄伟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兵钟情晃。Christina，我刚刚在旁边注意你很久了，干嘛？你是不是在想等一下要吃什么东西？那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里有海南鸡饭，有纳西勒玛，然后还有罗蒂卷奶。你要吃什么？还是要吃西餐 fast food 韩国餐，还是寿司嘞？哎呀，这样都很好吃耶。可是在我们去吃东西之前呢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就是你知不知道，其实，在世界的另一端呢，有很多人是饿着肚子入睡的。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全球平均有多少个人是饿着肚子睡觉的呢？哇，这真的考倒我哎，我还真是不知道哎。不然这样吧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，一起来做一个民意调查，看一下我们马来西亚人呢对这个饥饿的认知有多少，还是跟我一样什么都不知道。安哥，我问下你，你知唔知道全球平均啊，每一日有几多个人咧系饿住个肚啊，即系瞓觉噶？冇啊，有几十万啦。100,000 十亿个，几百万以上吧，十万，九万 ，maybe couple of million， 两亿啊，两亿 ，maybe 50 million， 800,000，800,000 million， no idea。问了那么多人，其实都没有一个人答对。其实正确的答案是有8,420,000个人每天是饿着肚子睡觉的。这样多 ，I really never thought that such a huge number. 842 million of people actually go to sleep at night in hunger. That's a lot, man. Yeah. 那当这群人无法获得充足的粮食及营养需求的时候呢，就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健康的成长，会影响他们的生活。哇哦，其实呢，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援手啊，即使再超薄的这个力量都好，都可以帮助这些呢有需要的生命的哦。现在呢，就报名参加，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成为自办营营长，呼吁更多身边的家人啊、朋友啊，都来加入我们，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帮忙降低全球的饥饿率了。那事不宜迟，请拨打以下的热线或者浏览我们的官方网站，为孩子挺身饥饿 ，Hunger must go。